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汤少凡，今年90岁了，我来到屏东市，我做人文真善美已经18年了。我希望啊，透过人文真善美，可以为时代做见证，为时机写的历史。屏东有一位菩萨汤居士啊，今年是90岁了，投入啊真善美的行列里。在他的录影机里留下了他为人世间的使命感，要为时代留历史，为自己写藏经。想一想是多么难得啊，他的精神啊，他的体力，他的方向都很正确。我在6月的时候到屏东，我要离开的时刻，他还在排在人群中啊，送了我离开屏东。我11月底到屏东，我从外面一进来啦，在廊道里呢，那我就看到，又看到了汤居士，跟半年前的六月间的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哦。他就在廊道里呢，他很慎重的提出他亲笔所写的这一封信，他自己朗读了。我也想念圣人，圣人亲身居士，每天到我家里来，让我受苦。我也感恩圣人，本着慈悲家人，这段时间用药喝金，用药喝金子给我的祝福，也想来世能够这段照顾时间，我也回到我们慈悲家庭，在此修行。不知道的时候，感恩上天。你哈、哦，你一生中已经啊很丰富了，哦，该做的事情你都有做到，很踏实，所以你要很宽心，啊，心也要安下来，哈、哦，你啊记得师父的话，因为您法都有入心，哈、哦，好啊。祝福你啊！跟他这样的互动对答了，他也都是呢很欣然的接受啊，真的是很清安。他说他会听师父的话，可能我离开了以后，他有到大林去住院呐、啊。但是后来他还是一心想回花莲来，无疑良师了。不过昨天傍晚我就听到了汤居士呢已经往生了，就这样的洒脱，看到这样的人生啊，75岁开始投入，生命中呢是很踏实，对家里很尽责任呐、啊，对社会呢也都是付出了他的一份的人间的责任，尤其是
入此际是真正的是人间菩萨。看他在90岁还是很挺拔的身躯身影啊，不像90岁的，可是他还是呢，大自然的法则啊。其实90岁算是很长寿的啦，不过这么好的人，我们都很不舍。想一想，我6月去的时候跟我的对话，7月的尼伯特台风，他还出勤去完成他的任务。那11月底，我再到了屏东，那疫情呢都不一样了，实在是人生啊，总是呢，时间在过啊，无常观呢，我们人人都要时刻的要有这样的无常观哦，啊，爱的能量啊，要人人来付出，人与人之间的啊用心的付出，这都是呢。可以转动人心，那也可以呢改变社会的生态。今年的寿证啊，有乌丁敦，他也已经从投入到见习到培训了，这几年来呢，他也都是转变了他的人生啊，因为在过去每一次的要布种，一定要去带，去借带啦，借的是谷种，那利息之高啊，这一带啊不知道要还多少的，所以只能。剩下的维持家庭的粮食而已啦，剩下无余哦，无虾米糖和春呐。从慈济人踏入了，为了一场的救灾啦，结上了这一份缘，给他们种子啊，不需要借贷，他就是。免本钱的，就这样很用心，把慈济的话都听进去，真正依教奉行啊，文化呢坚持，这都是呢他的殷勤，而且呢他是典范，也是第一个在缅甸第一个呢。农夫来受证的，他就是很用心啊。他这一回回来受证啊，我就交代他说：“你回去了，要跟大家分享，要带动更多人跟你一样的，就如这样的心态，你的这善法要传。”就这样交代他。回去呢，我们的台商啊也都很支持，也同样呢也跟他们就是一起去汇合，去带动爱的力量，总是和和互协啦，总是要共同一个方向的互相扶持的往前走啊，人生啊。其实呢，集合到底呢是有多久啊？水人呐、啊，唐吉士呢，90岁，师父的好弟子，我也感觉到这样的90岁不过，不过自然的法则，他相信他会再来，最重要是让我安心。他到最后呢？都没有迷失自己，
都还是那样的清安自在。总而言之，能这样的没有迷失，而且呢，这一念带了这样的记忆啦，这一分的人生正确方向再来，这是最重要。我们成语呀，不就是一直在说成点解所出发心的那一念心，生生世世都不会忘掉，不管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都不会迷失呢这样的记忆，还是呢为求华呢而付出，相信再来的人生是这样的菩萨人生啊，会更长。